懒得打字，用贴图表达心情。像我旁边这只橘色胖胖的白烂猫，就是今年最夯的 LINE 原创贴图。这个因为敷衍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用，生气的时候用这个摔东西的贴图。我要睡了，有事托梦给我，赶快据点给别人，叫他闭嘴的时候。挂着两行泪，哭着说：“我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工作？”或是拿着扫把要对方勒脉来乱。逗趣贴图，白烂猫蝉联销售冠军。趴在地上画恐龙，创作出奇奇的恐龙奇想世界。黑白恐龙离开地球表面，大声喊夜，或是拿着三明治和饮料说早安。患有先天心脏病病逝的奇奇，恐龙贴图做公益留下温暖，人气第二名。魏璎珞从来不怕斗，越斗越精神。你要继续。臣妾奉陪到底。超夯宫廷剧看完还是很入戏，好想吐之兔妃娘娘销售排第三。本宫乏了，工作完之后啊就可以用这个贴图。臣妾追剧中会对男友用这个吗？细数进榜十大贴图，前三名都是动物系，另外猫爪爪、柴犬系列，还有猫猫虫 couple 跟笑阿咪猫猫狗狗贴图受欢迎。我都是看图啦，很可爱或是很怪的，可爱跟用语吧。贴图传情，方便还要有趣，可爱贴图攻占手机，赖来赖去少不了这个声音。来，三新闻谢俊中、谢淑敏报道。